我在26岁那一年，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变故。姥姥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抽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口烟，然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肺癌晚期。那刻起，我对烟恨之入骨。我常常在想，有没有一种烟能够真正的还原初吸体验，给烟民解瘾，还能大大的降低有害物质对人体的伤害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决心做一款给烟民的好产品，能够真正的还原抽烟的真实体验，又能大大降低有害物质对人体带来的伤害。就这样，机缘巧合，误打误撞的就进入了电子烟领域。期间我考察了213家工厂，对话了109位的研发工程师，走访了全国16个城市，100多家体验店，体验了500余款不同类型的电子烟产品，整个过程历时931天。最终我成功联合国内3家顶尖科研机构和一流工厂，打磨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替烟产品，它完美还原了烟民抽烟的真实体验，同时成功剔除了焦油、一氧化碳等1000余种有害物质，95%的降低了传统香烟对人体的危害。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，是姥姥在世的时候常给的教导。能够为数以万计的烟民做到实事，是我和我团队莫大的荣幸。我们将满怀谦卑和恭敬之心，用毕生精力做好这件事儿。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在从事的这项事业，是一项可以改变一代人，甚至几代人抽烟方式和抽烟观念的事业。很多人说，看一家餐厅的饭菜卫不卫生，就看他们自己吃不吃。这个道理很朴素，但是很有力量。我们对所有投放市场的产品有一项基本的要求，就是我们自己能舒心使用，我们的亲人和朋友能安心使用，这样的产品才能够去给消费者使用。我们很开心，我们也很自豪，我们的产品正在改变我们自己，同时也让我们身边的朋友、亲人发生改变。这件事情受益的人越多，我们越觉得这个事儿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我是孙海明，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家人，就对自己好一点，惜友情就多一点关怀，孝长辈就趁时光还早，岁月未老，我们努力已久，只为你安全舒心的一口。